电子啊。哎，Good morning, everybody，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唱歌了，星期三。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想到，就是说写几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快乐在呼吸当中，对吧？我们能够呼吸，survive is good to be alive，幸福在唱歌当中。那么我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互相扶持，对吧？我们一起学唱英文歌，共同进步。然后友情呼应，平和心，平和心。这个我们上次说哈，这个快乐也好，但是最好的是平和心。好，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复习老歌《哆来咪》，还有一个《Sing a Song》。但是这个预热呢，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新节目。其实就是哆来咪发嗦拉提，这是一个洋人老师，他做的挺有意思的哈。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图，大家要那个照可以照，待会儿呢，然后我们跟着他一起做一下，挺有意思的。好的，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哆来咪发嗦拉提。首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我们大家可以，哎，杰克老师也来了，哈哈，哆，大家看到哆，对的，就两个全，挺有意思，它这是国际通用的哈，哆，捏两个全，哆，re 像是两个小山一样的，啊，re，咪是平的，对，发两个拇指向下，发，对，嗦正好就翻一下。翻一下，这又练脑又练心情哈，看到吧？嗦，对，发嗦发嗦发嗦，他们好多国际学校就有的哑语也用这个，但其实很多跳舞他就用自己的哈。所有的音乐都是七个音符，对吧？好，来发嗦，好，对吧？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看到哈，就等于是两个小球。其实就好像握了两个小球呢，拉拉空心球，对的，拉拉拉拉，非常好。踢就两点，你点的眼睛，哟，好可爱哦，踢踢，好，再然后又多又重复了哈，我们从上下来哈，哆踢拉嗦发咪瑞哆。再来往上走，哆、瑞、咪、发、嗦、拉、提、哆，哎，这个非常好啊！如果我们到哪里去烦躁的时候，自己做下这个，绝对会帮助你高兴。再来，来两遍，我们就跟着老师做了啊！预备起，从低音到高音，来，哆、瑞、咪。发嗦拉提哆哆提拉嗦发咪瑞哆，哎呦，看着你们做的好认真哦，非常好，非常好。好，下面我们来跟老师一起做哈，把他那种俏皮的那个那种感觉做出来哈，下面我们妞妞姐，我要把它，这个要有点好。两遍以后，我就要请大家来做了。珊珊准备好啊，珊珊准备好，没关系的。
这七个音符作对了四个就没人 OK 了。好，我们再练两遍啊。好，珊珊说又给我抓起来了。OK，好的，我们再跟两遍，然后愿意 volunteer 的朋友也可以哈。来，我们就是预热啊，来，嗯。没关系，其实我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记下来。来，珊珊，challenge 一下，试试看。嗯，我把这个 stop share 啊。对，珊珊年轻就年轻嘛，这个是肯定的。行，好，开始来。试试啊，怎么弄的？是哦，哆对对，哆这个是，瑞嗯，咪哎，好，对。发嗦拉是拉哎，西哆，对，哎呀，好像是这样吧？对，哇，你看年轻就是年轻，哎，有没有哪位老师想试一下？快我都快会，快！对，我不一定巧，我就实话实说，我要跟到看，有的时候会做错一两个，但是我好东西就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艾看看，玛姐姐举手啦！艾玛姐姐要说，来，谁举我手不了？是举手，我是大拇指，我是大拇指，上哦，好的，没关系，好，没有，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哈，我们来大家一起用，今天我们要唱哆来咪发嗦啦，这个音乐之声，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我们来那个好的，珊珊姐的这个 key，我们用哆啊咪和西咪哆那个哈，好的，珊珊你那个 stopping 那个哦 removing，好的。来，这个我可以记着哈。来，预备起，Do dear female dear red chopper golden sun me I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foreign thread la and no to fallen soul see A drinking tender breath that brings us back to do。来，好，来试试看哈，哆，哦，来，从下面来，大家一起来，哆，瑞，看我记不记得，咪发嗦拉提哆。你看我错了一个哈，错了一个，好，非常好哈，看到 Peter 猪老师也在那里做。非常好，今天我们预热就到这儿。待会儿我会请珊珊把她那个图就是放在里面，这样大家没事的时候，哪怕就是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就来做。哆咪什么的，反正自己就是把这个七个音符做回来。好，接下来把这课堂交给秋风老师，继续带领我们复习这两首歌。秋风老师，舞台是你的，这个课堂，嗯，哆来咪发嗦拉提哆。Hello, yes, 嗯，叶老师好，哎，你好，你好，好，欢迎好，我们今各天位上歌课。友们，早上好，好，我们现在有温故知新哈，我现在呢把这个咱们我想到咱去年1月份的哈，从哆来咪开始，那么我把这个音阶呢，因为我知道最近有些朋友们开始练习啊，guitar or violin。or ukulele whatever，那么我们就是说的，知道一些个 basic 的这个 music 的这些知识的话，会有所帮助。我们再把这音阶啊，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练琴的时候，老师每天都要练音阶，但是我就不喜欢练音阶啊。但是现在想起来，它确实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好，
好，这里呢是五线谱、简谱，还有它的音名啊，音名也就是在就是说它的讲乐理的时候一般用了很多哈，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对应的啊，咱们有些朋友在咱们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一般学的都是简谱，也就是阿拉伯数字代表的哈 ，do re mi fa sol la si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对应的上面五线谱哈，五线谱我们看一下啊。它呢是用这种啊一个小圈圈代表的不同的位置来代表的音高啊，这是其实挺视觉感挺强的，也就是我们从低往高，你的音就是一点点往上排啊，它像一个台阶一样哈、啊，音阶哈、啊。好，我们呢现在呢把它看一下，我下面有一个半音全音啊，大家看一下啊，全音呢是用一个这个啊直角的这个框哈、啊，像个中括号。啊，那么半音的两个半音哈、啊，半音是用三角，为什么用这样呢？就是说半音它离得很近，啊，它靠在一起，也就是他们俩的关系很近，他们的频率共鸣的那个数字是离得要近的，啊，好，我们呢试一下把这音阶唱一下，我们呢先呢看着简谱啊唱一遍，然后我们再看五线谱唱一遍哈。好，开始，从哆开始。Do re mi fa sol la si。好，我们在唱的时候注意咪发和西哆的时候，您感觉到了吗？您在升高的时候，您的气息这个地方要离得很近的啊，它往上推的时候推的不是很远啊，它们俩是半音啊。那么我们再试试用五线谱读一下五线谱哈啊，第一个音这个 do 我们称为 middle C 呢，也就是说我们在钢琴上是中间位置的这个 C 啊 middle C。 好，我们看啊，再看着五线谱，我们试着哈、啊、一个线一个尖，也就两个线之间的小豆豆，它这个小小的这个圈圈是在之间，然后再到线尖线尖这样排列上去哈、啊、我们试一遍。Do re mi fa sol la si。 好，我们呢再看一下和弦啊，和弦 chord 啊，这是就像一个建筑一样，它是一个框架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啊。我们现在呢，这是 C 啊 ，C 调的啊 ，C major 这个它的从第一级，我们称为第一级，也就是 do 啊 ，do 开始，我们呢 build 就是我们把它建起来这个框架啊 ，do， 然后是 mi 啊，隔一个音 mi， 然后是 so do mi so， 这个三个音呢，它支撑着这个 C 的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曲子的它的最主要的啊，您要是学guitar 或者是钢琴或者是 ukulele 这种和声的这种给它奠基的这种乐器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和声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每一个调上，像 C 调的就是 do mi so 啊，低调的是 re 升发拉，就是这种哈、啊。好，我们再快速的看一下我们音乐啊 ，elements of the music 啊。首先当然是音准啊，音准就是说我们要找到音调啊。那么我们修个读谱的话，我们能很轻易的能找到了，你知道你要现在演奏什么音啊，也就第二个我们看到 pitch 右面写着音准音的高低啊。然后呢是节奏啊，节奏在最后一个啊 rhythm， 节奏是一拍啊两拍啊啊半拍啊啊还是四分之一拍啊。这两个的是我们在学音乐的时候最重要的音准和节奏哈、啊。然后下面呢，就让它怎么演奏的更好听、更吸引人、更抓人的话啊，这个作曲家当时候他也会体会我怎么样把表达出来我的这种情感。好，下面呢，他就出来了力度啊，力度也就是强弱啊。我们看左边的第三行 dynamics 啊，力度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说再影响它的就是 tempo 了。还记得我们唱那个You Are My Sunshine 啊，如果你要说想要唱成摇篮曲，像小宝宝睡觉，你唱的慢一点啊，我们唱的 largo 就是说广板
或者慢板啊。You are my sunshine, my 这种慢一点，让它温柔的哈。但是你把这个曲调，你把它加快，我加上 allegro 快板的话 ，You are my sunshine, my 这时候你就想跳舞了啊。这个速度也影响了你这个曲子的演奏的表达的这种情感。好，我们再看看下面是音色啊，第一个啊timbre 就是音色音质。那么这里头呢，就是说每个人，就是说我这嗓音，有些人说哎呀我的嗓子不好听，我觉得每个人的嗓子都有自己的特点特色。哎，您呢就发挥出来您自己的这个特色，把音准和节奏掌握好，它就能表达出来非常非常美的音乐啊。不要非要就是说我像某一个歌星某一个演唱家的那种声音就能表达。再加上呢，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个是重要的，这个那么就是这个就是 structure 的话，那么就是说做现在就是说作曲家呢，就是说把它从一开始最简单的我们唱的就是民歌啊 folk song， 然后后来呢他们教堂音乐，然后他们会加的越来越复杂了啊，一开始可能是盖了一个小平房，后来慢慢的盖成不同的 style 的这个建筑，一样的道理哈，组成。好，我们呢通过这个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 Do Re Mi， 我们一开始这个我们学唱英文歌第一首啊，叶老师呢和我们选出来精心选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学唱英文歌这个我们这个组这个节目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选择哈。好，我们试着呢读谱，您看一下啊，这个它的第一个音是 so 啊。哦，我们首先看一下节奏，上面是啊二 over 四，也就是四分之二，咱们中文是四分之二啊，四分之二拍呢，也就是说一拍每一小节两拍，上面的二代表您这个数一下看一下一个小节里头有几拍，那么二呢就是两拍。好，我们开始 one two 打两拍，然后呢您看第一个音 so 它是不是第一拍进的，它是第二拍，您看这一小节里头只是一个 so 只是一拍，那么它是说我们称为叫不完整小节啊，它不是说正拍进的。两拍子的话还记得吗，强弱强弱，大家记住第一拍永远是重拍啊，那么它就有形成了一种律动。这里呢，这是我把它放大版的这个乐谱呢，就是 Do Re Mi 的乐谱呢，就是把这个词呢，就是说打印的比较大。然后呢，您看我特意的把正拍的这个词呢，音节呢，我用的红色的打印出来了。也就是大家要抓住这个律动，找出正拍的音，因为往往做歌写歌的时候呢，他把正拍的那个音的那个词呢，您要把它唱得很清楚。这样呢，您的这一句话呢，它一般呢就是根据配音乐还是配歌词的时候，它都是麦都要配套好，也就是说我要重点词 keywords 我要放在正拍上，大多数啊大多数是这样子。好，我们先读一下谱好吗，我们先把这个一个小段开始呢，先把它，我知道有很多我们老的歌友已经很熟了，现在非常有信心的能把这首歌唱得很好很完整。好，我们试着把一开始乐谱唱一遍，唱到唱前两句。好， one two on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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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s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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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i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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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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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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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faFa fa mi re do re mi。 好好，前两句我们看一下歌词，歌词的话我们呢试着把它读一遍，按着节奏按着重音我们试着把它读一遍啊，也就是把红色的这个音节啊我们把它读的重一点啊。好，我们试一下， Let's start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我唱错了，唱了那个应该是 A B C 啊 ，sorry。好，我们再从头把这歌词唱一遍 ，1 2 1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好，我们做一个 warm up review 一下我们当时学的这个这个 Do Re Mi 的这个开头这一段。我们再看一下正主题的这一段哈。这一段呢，它就是开始教了。啊，这 Maria 老师呢开始教这几个小朋友呢啊来唱这个怎么来，他想办法用生动的形象的这个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小动物啊这种形象的这种比喻来把哆来咪发嗦拉西这个音节呢来教给大家啊，教给就是说朋友们。好，我们看一下啊，您看就是从哆开始啊，从第一个啊主要的音，我们叫 the leading note 啊，像个 leader 一样哈，从哆开始。Do, re, mi, do, mi, do, mi. Re, mi, fa, fa, mi, re, fa. Mi, fa, so, mi, so, mi, so. Fa, so, la, la, so, fa, la. So, do, re, mi, fa, so, la.La, re, mi, fa, so, la, si. Si, mi, fa, so, la, si, do. Si, si, la, fa, si, so, do. Do, re, mi, fa, so, la, si, do.好，这里呢是后面的结尾，它是两个唱两段反复哈。第一段呢直接是哆嗦咪瑞啊，唱一个，您发现了哆嗦咪啊，这就是它的和弦啊 ，chord 哆嗦咪瑞啊，又回到了哆瑞咪啊，反复。那么第二段的结束句呢，也就是我们跳过来，刚才我们唱的哆哆，然后空拍，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啊，结束。好，我们现在呢，一起呢把这首歌呢从头把它唱一遍，我们就不再反复了第二段哈，主要是复习一下，带领大家呢想起来我们当时练习这首歌的一些个方法，怎么学习一首歌啊，一首新歌怎么去读谱，包括去练习就是发音这个歌词啊，去找到正拍的音节。好，我们呢现在用比较就是说中速吧啊，没有不要按它的原速，我们比它的速度稍微慢一点啊。So, do, do, do. Okay, one.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Do, Si, La.Sorry, 我又刚才又跟大家又读谱了哈，应该是我们唱歌词的，对不起。好，我们再从头来一遍，加歌词的。1 2 1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Re, Mi, Do, Mi, Do, Mi,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e, a jug of golden sun, Mi,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i, a drink me jam of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K， 今天呢这首歌呢我就快速带大家呢把它 review 一下，一会儿叶老师还继续会带大家呢把它唱的更加的就是熟练。好，下面呢是我们的今天要复习的第二首歌 Sing a song。 好，这首歌呢也是分两段啊，是四拍的啊，我们看一下哈，四分之四啊，以四分音符做一拍啊，每小节是四拍。我们先把谱读一下哈，从咪开始，前面是个引子啊，哆哆哩哆哆哩哆哆哩哆哆啊，前奏啊，我们正式从咪开始。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呢，也就是说这个谱子上呢它的写的这个记谱呢它没有写休止谱，也就是说 sing 前面第一个音呢它写的六拍啊，一个小节四拍，又一个连线过来六拍，大家不用唱满六拍啊，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换气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唱满四拍就好了，然后呢我们空两拍啊 sing 啊，我们先读一下谱 mi。Mi so fa, fa la so, so do s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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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mi s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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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fa, mi.Mi so fa, fa la so, so mi, so do fa mi re, do mi mi re do re mi re do, re mi mi re do si la, mi so, so re do.So, so, mi, so, la, mi, so, so, mi, so, la, mi, fa, so, fa, mi, re,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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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好，歌词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还是把歌词呢读一遍，按着重音找重音拍子啊 ，sing。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好，这首歌呢，比较难唱的，就是说从左边看最后一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行。啊，可以说是两句啊，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 whole life long. 在下面 ，Don't worry,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好，这两句。好，我们下面加上呢，旋律。我们试一下。1, 2, 3, 4. 1, 2, 3, 4. Sing a song, sing along, sing out strong, sing a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he'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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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好，第二段歌词我们准备看一下啊，这一段呢是小朋友们加入了啊，您要听他的录音的话啊，小朋友加入唱的第二段啊，我们看一下歌词，前面是一样的 sing a song, 然后第二行 let the world sing along, sing of love there could be, sing for you and for me.啊，就是这一点不一样，后面呢还是相同的。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歌谱和当时我们就是说的练习的这些个主要的这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把它一起呢来重新复习一下啊，希望呢歌友们能从中得到一些个新的就是一些 idea 啊，为以后您再去学习新的歌的时候呢，哎，来能有所帮助。啊，好，谢谢大家。下面呢，由叶老师继续带大家呢练习这两首歌。叶老师，谢谢秋风老师。好的，大家对 Do Re Mi Sing Along 怎么样？有一点感觉了吗？这个歌好，没关系，我们都说了，这个轻松学唱，学到多少算多少。今天好高兴啊，哈，好多朋友又打开了。今天好看的 Tammy Wu 哈 ，Tammy Wu 也是我们一个热心的观众。我比较喜欢看人家的这个这个打开视频一种交流，对吧？Peter Zhu老师说你是新的，上次你把秋风老师也把那个以前的歌词发了一下，很高兴老朋友新朋友的刘静妹妹安的一吴英老师珊珊，哦耶耶 ，OK， 打开朋友的也好，没打的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下面接下来我们把这两首歌这个看看它的原唱啊，这个。音乐之声哆来咪，我还是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是高中的时候，或者是我在教他们的时候，反正是很早很早就有了哈。这首歌音乐之声，它还有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上网去 Google， 咱们中国人把这个哆来咪编了好几种，把我笑的真是前捧腹大笑，但是翻的挺有意思的，他把整个这个音乐之声全部用中文的把它翻出来。虽然有的时候不达意，但是起到这个就是乐的效果，所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百度上面去摆一摆啊，这个音乐之声。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把这个音乐之声这个原唱呢一起看一下，有的地方我会停一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嗯，哎，这个怎么样，会做了吗朋友们？哆来咪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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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
那个肩扭两下吧，这个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扭一下。你说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快乐也好，或者是练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穴位来说哈，这个肩颈对吧？肩峰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穴位，但是我们要把这种表情做出来哈，一扭一扭的。好，下面我们今天看到哈，这是我背的今天的这个课。看我们有没有这么多时间。下面我们用这个版本哆来咪啊。The sound of the music。大家看到哈，哆来咪，刚才秋风老师带我们一起复习了这个五线谱。这肯定哈，这个反正是这个不一定这个线没有对，但是我们哆来咪好一起，好像对他这个是卡拉 OK， 我们没关系的。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这第一句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我有的时候我个人的体会好像满满的这个的，我有的时候就不唱了。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我坦白的交代这个的我就没唱，我自己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往那个的，这个无伤大雅啊。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To startTo start 这个是修饰这个 place 的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是一个非常好开始开头的地方，或者我们讲 a very good place to go， 哎，明天天气好，去哪儿？我们去 Centennial Park，a good place to go。好，比如说我看到那个啊，我这里用改个名字改成珊珊 ，a good friend to talk， 对吧？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和他交谈。好，那我这里再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啊，吴英老师 ，a good friend to sing together， 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唱歌啊，对吧？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啊，这个可以举一反三啊 ，a very good OK。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这里它其实有点等于是那个没有完全唱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有点那个就是说倒白一样的哈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你说他完全唱他也没有唱，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用各种的方法来演绎这首歌啊，都可以一种快乐的感觉。 AB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好，这里我讲一下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我这里再跟大家一起我们复习一下No, oh, 我们说唱歌强调元音，对吧 ？The first three, re, re, 这个 e, yeah,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happen to be. 你看 e, b,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happen to be. 好，这个强调元音会帮助我们这首歌唱的人家听得更清楚。Do re mi.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 Do a deer, a female. 好，大家 do do， 这就是我们在 do 后面加个一，是小母鹿的意思。Do， 停一下。Do a deer, a female deer.Female， 大家这个学一下哈。我们填表的时候，它肯定是 male female，female，f e m a l e。但是平时你填表，你在那个 f 那里打勾，如果是女士的话，男士的话就 m 那里打勾 ，m 那里打勾。OK， 这 male 是男士的意思 ，female 是女士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是母鹿啊，是她一个女字旁的她，她鹿。OK， 她。Do a deer, a female deer. Bill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好 ，ray 就是光线的意思。Ray， 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散步啊，太阳照的眼睛，那个其实就是 ray 光线。其实好多老外的名字就叫 ray 啊。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a drop of golden sun. 这里又有点挤了。A drop of golden sun。那么我在唱这个的时候 ，I drop， 我嘴巴发了 o 以后，这个 off 做好准备，马上就滑下了 golden。I drop of golden sun， I drop of golden sun， 这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小的技巧啊。Me a name I call myself，
哎，这个好玩。Me, I name, I call myself. Me, me, 这个好来哈，这 me, 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主格、宾格，我现在都有点忘记了。以前教英语的时候，主格、宾格 ，I, me, my, 对吧 ？Me, 我自己称我自己。Me, who did it? Me, 谁做了 ？Me, how about me? 哈 ，m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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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me。I name me 是自己称呼自己 myself. Me, I name, I call myself. 这句话可以唱的俏皮一点啊。Me, I name, I call myself. 好，这个大家还记得 ourself 吧？我们 L U R S E L 碰的 F 改成 V 再加 E S 啊。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A long, long, 看到没有这个元音 long, on, on, a long, long way to run, 这里又来了、这个 to run 又是修饰这个 way 的 a long, long way to run, a long, long way to go, 人家比如说 oh, wow, you did well, yeah, long way to go, long way to go 就是很谦虚的一种话、哦、还有很多有待于提高 a long way to go, okay, okay.A long song to sing. 这个歌哇，这么长啊 ！OK， 嗯。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好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这个地方大家 pulling, ling, ling. So a needle pulling.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Thread. 看到又元音出来，强调一 thread.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好，这真的像一根线啊！嗯。La, a note to follow, so. 好 ，la 是跟在后面走的。La, a note 音符。La, a note to follow. Follow，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以前有一个是叫陈林老师，什么啊？还是记不记住那个老师叫 Follow Me， 非常流行的。当时学英语的时候，就有一个有一本书叫 Follow Me， 肯定不少有朋友还盯着嘛。The a note fallen soul， 这是一个根据跟着 soul 后面的一个词，嗯。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好，这里我讲一下吸气的问题哈。Tea, a drink， 这个地方我总是要偷一口气的，因为它 jam and bread， 这个它要一点气的，所以我这里其实有点假声在唱这个的。Tea, a drinking jam and bread。所以这里前面往往透口气，还有刚刚前面我说了那个Let's start a very beginning， 我那个 the 没有唱，这个地方我也 with 有的时候我也忽略的啊。Tea, a drinking jam the bread， 我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匆匆雨雨的哈，并不提倡这个样子，但是我看有些歌手他也是这样处理，我觉得自己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哈，不要太累。否则每一个字都要塞满，好累的。嗯。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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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这首歌我就分享到这儿，有没有歌友想唱一下的？哪怕就是唱这个副歌，都和爹唱一句两句都可以，我主要想听听你们的声音啊，对不对？都和爹 ，female 爹，或者有问题的，给大家几秒钟考虑一下，有就举手啊，那个艾娃大姐会给我打开。想唱的，想问问题的，想朗诵的都可以，嗯。Come on, girls, boys. 这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girls and boys， 这个有的人讲，哎呦，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一个 girls。我跟你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89岁的加拿大老太太，她每次的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自己都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而且呢，有一次自己带了一个蛋糕来，
Today I'm the birthday girl. Come on, girls. Come on, girls. 哇，我心里当时我心想，你八十几岁了还 girl girl， 所以这个我们学人家的英语哈，还挺自豪的。I'm beautiful girl. Am I? Am I? 这个老外后来慢慢慢慢我也自然了，我跟他也自然，所以我就说我叫你们 girls. Hello, boys and girls. Why not? 我们也年轻一把，对不对 ？Boys and girls， 有没有问题的朋友们？有没有想唱的？这个歌应该是好唱的，不要唱全部，唱一点点，有吗？你们好谦虚哦。哎，两个举手的 ，two participants raise hand。好 ，Jack 跟 Peter 猪，好，先 Jack 来，然后 Peter 猪，好，请艾娃老师打开。嗯，啊，老师任务好重啊，珊珊你也帮一下啊。好 ，Jack 老师你自己按一下话筒就可以。哎，好了 okay, ，OK， 看到老师和大家很高兴，我唱一吧，唱一句啊，因为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学唱歌，学唱英文歌，那个我都不知道原来那个学过这首歌，你们原来都学过，我就建议我上次我也建议了，就是学类似一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就自己比较熟悉的歌曲，没想到原来都教过了。我英文不太熟悉，我就唱第一句吧。Oh dear, a female dear, sorry。好，非常好。另外，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会儿课程结束以后，能不能把那个就是那个课程结束之前那个把那个就是那个哆来咪那个带颜色那个歌词。那个在屏幕上再显示一下，完我拍照完，然后我熟悉一下歌词，好吗？好好，就我刚才放的那个，对吧？啊，对对对对，带颜色那个，带颜色那个，就是有那个英文那个带颜色的那个重点的唱那个发音比较重点那个我看一下啊。好的好的好的，行，谢谢谢谢，我猜想其他老师也是，我那个谢谢老师，我给你纠正一个，你那个。Female 那个词读的不是非常好、哦、我觉得你再读一下那个母鹿，你那个单词你再读一下。female 因为我是只是那个我没有我原来没就是没有这个那个这个歌词，所以呢我就是听着你们那个大概意思，所以我需要这个单那个歌词，英文单词，英文歌词。好的，英文歌词。这位老师您在群里吗？你没在群里吗？我在群里，我没在这个、哦、我没在这个学英文歌这个群里边吧。哦，一会儿那就结束的时候应该主席会发一个扫码吧，扫码您一会儿加入我们的群，我们会经常把这个歌谱放在群里面。哦、嗯、那就我也是会员，但是我没在这个学唱英文歌的群里边。嗯、哦、是啊，您一会儿可以加入，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每次结束都会有一个扫码。好的，谢谢，好，谢谢你的关注。好，下面 Peter 朱老师，请你打开话筒。嗯，对，就点一下，因为紧按它会关。哎，好，打开了，好，谢谢，嗯。哎，我就稍微唱一点啊，唱到哪里断掉就断掉了哈。OK。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All right, I'll make it easier. Do, very good. 继续唱。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Need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falling thread. Law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我就唱这么多吧。哇 ，Bravo，Bravo， 唱得非常好，你看，咱们孙安老师给你鼓掌了，对吧？哎，对，谢谢，非常好，非常好。好的，好的，谢谢。哎，你这首歌真的是唱得挺好，唱得挺好，谢谢啊，谢谢，感恩。好，下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第二首歌 ，Sing a song。好的，我们看一下啊 ，OK，Sing a song。好像声音比较小。Sing a song。这个歌我们不全部分享，就分享前面一点点的哈。那个小朋友加进来的，我们就那里就不唱。这个声音好像小一点哈，来 ，Sing a song， 很自然的。哎，来吧，朋友们，对 ，Tommy Wu， 对吧？这个。其他的就比如说的 Toms 来，我们来唱个 Sing a song， 很自然的，不一定要马上就非常激情澎湃的啊。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ut loud, 这个大声的。Sing out loud， 对啊 ，Sing out loud， 这个地方啊，稍微提一下。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这一句我要稍微教，这句话有点的哈。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有点抢的，因为它这个词太多了。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假如说大家平时练的话，可以把它劈成三小段。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For anyone else to hear， 先把它念一下。Don't worry, that is not good enough。然后再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然后再慢慢带进去啊。Don't worry,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Just sing， 这个地方稍微请大家偷一点气啊。For anyone else to hear， 啊。For anyone else to hear。Sing a song。 好，这个我们这部分副歌我们就不分享了。好，我想留一点时间，今天给大家看一个这个非常仰慕哈。春天到了，前天我一个朋友发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挺好看的啊，就 Sing a song。好，大家愿意动一动也可以，愿意就是观欣赏也可以，也是欣赏哈，非常棒。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Just sing a song. Just sing a song. 好，下面请大家拿好纸，我们做一个小测试。你不要告诉我啊，这里一共有五个题目，有五个题目，看你自己得几分啊。我刚才快速放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给你们一个小测试啊。刚才你们看的图片里面有没有剪刀？自己打勾，自己打勾啊，就凭你印象，这个有没有剪刀？一共有五个问题，每个问题20分，你也别告诉我得几分，反正就是一种玩啊。有没有剪刀？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井 ？Well，W-E-L，well， 看到那个井没有？这个主要是测试大家哈，有的时候观察注意力，有没有井？自己也可以在，对吧？如果有，那么就是你等于是得了40分了哈。没有的话就打岔哈，等我看对不对，我会公布答案的啊。第三个，有没有 rabbit， 兔子，兔子，我放的好快的对吧？看，但是兔子有没有兔子？回忆一下。有没有兔子？我们现在不用考试了，但是这个脑子还是要用啊，不用会秀的呀，你知道吧？有没有兔子？第四个，有没有自行车 ？bicycle， 这个 bicycle 不光是骑的，挂在那里也算。有没有 bicycle 啊？最后一个，有没有 bridge？ 有没有桥？有没有桥？这个桥可以真桥、假桥，喜欢种花弄草的人。有的时候喜欢在家里搭个石头桥，那个也算桥。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也是沟通，我们这个音乐让我们架起了有力的桥梁，这个是无形的。好，五个答案，你看你答对了多少哈？每一个20分，应该正确答案五个都有，五个都有，也就是说你都打了勾的，你就得了100分。假如说你打岔了，你就自己就扣20分啊。所以这个我就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测试，挺好玩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这个看那个，对吧？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认识那个牌子，哎，什么地方有个建筑物，那边有个教堂，那边有一棵大树，是挺怪的一棵大树，这个帮助我们记忆，帮助我们记忆。好，这个有趣的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下面我把刚才那个 Jack 老师叫我把那个放一下。我把它放下，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分享，人体的七个开关啊。接下来我把那个分享一下，大家要照的可以照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哆来咪的这个几个啊，他认为比较有帮助价值的哈，我觉得挺好，我们一起放一下哈。这个呢都是我今天背的，但是不一定全部讲得完的，所以我每次都多背一点。用得上我们就用。本来这个我也想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没有时间了。待会儿我们再这个哆来咪，这也是一个。forget about it。好，下面这个杰克老师讲的应该是这个啊，这个电影叫《The Sound of Music》。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好，是不是这个？这个有点难呢。Good place. 好的，好，你要照一照，但是对不起，这个地方我一按这个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好的，照得了多少照多少哈，我就是一下找不到，如果找到连接的，我可以发个连接发到群里面就可以了。这个好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Sorry. A, B, C. When you come on. 好，这个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C, C, C 要想放学了啊，就掉下来了，准备去溜号了。A,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好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哆瑞咪啊，哆瑞咪，这正好是五线谱里面的哆瑞咪。今天刚刚讲了啊，这个啊，
下次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五线谱有的时候是挺难记的，像我记高音符号的时候我就记 Do Mi Do Mi So Si， 它是压线的，有的时候会要 找点小窍门去记，今天我们不去讲这个。嗯，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好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正好是这样的 ，just happen to be. 嗯 ，Do re mi, Do re mi. 好，太快了，是不是太快了一点？我自己都不知道。OK，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其他朋友不要着急啊，这个正好也是一种学英语。The first we know just happened to be， 嗯 ，happened to be。Mi do re mi fa sol la ti。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这句话我教一下大家哈。Let's see， 让我来看一看。我们平时讲 Let me see， 以前学英语的 Let me see， 让我想一想，而不是让我看哈。我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我说珊珊。你们那个渥太华啊，不，你们的温哥华这个外面天气怎么样 ？Let me see， 这个是去看。但是后来我就说，哎，你知道你温哥华有几个公园吗？嗯 ，Let me see， 让我想一下 ，Let me see， 我想这有几个公园哈，根据不同场合。这个呢是老师当说，嗯，让我来想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个哆来咪更形象化一点，就是哆是小母鹿，它就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也这七个音符给它搞简单一点，帮助你们理解。嗯。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Good, the picture is there. Yeah, 大家如果是考虑养生的话，自己今天就可以画这一幅。Doe, a deer, a female, female. 好，下次我还听这个 Jack 老师说 female 啊 ，female. Doe, a deer, a female. 好。我也不讲了，我比你念得好，只不过是多练了一些时候。嗯。Here,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OK, ray,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英语的方法，图画哈。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Gold 是金子，加上 en 就是金色的 golden sun, golden sun 啊，金色的阳光。Me.A name I call myself. Yeah. Oh, sorry.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Yeah, me, a name call myself. 啊，我自己叫我自己。Me. 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啊，这个 far 大家请大家自己写下啊 ，far,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大家知道我们以前教人家讲故事 ，a long long time ago， 很久很久以前。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好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穿针又引线。So 是穿针又引线 ，pulling 穿拉啊 ，pulling thread 是线的意思啊，嗯。La, a note to follow so. La, 请大家自己写下，这个有，它也有。La, a note to follow so. 啊，在这个 so 后面 ，so 后面啊。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好 ，tea 大家都知道是茶，是一种饮料啊。然后吃面包的时候经常喝茶，下午茶、上午茶哈。Tea, a drink.Drink 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哈。Drink your tea， 喝茶。Drink your tea， that's a great drink， 这就做名词了。在这里明显是做名词。Drink， 大家还记得吗 ？Ink 是墨水哈。有的时候记单词，光 dr 就是 doctor， 你去看医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有 PhD， 他前面就是用 dr， OK。Drink with jam 就是果酱，面包 bread 可以拆开来。Read 是读书的意思，加上一个 be bread， 有的时候自己可以去玩这些单词，帮助我们理解啊。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ugh. Okay, this is the last one. 那么就把我们带回了，从 dough 又开始了。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Bring us 把我们带回了 back 带回了原来的。好的，
这个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有所帮助啊。那个杰克老师 OK 了吧 ？OK 了吧？嗯，这个记下来了吗？那就好的。好，今天已经现在已经36分，今天我还是要谢谢珊珊，每次啊做了一个那个蓝的那个 post， 这样的话有一个consistent 这一个英语单词，就是说一直是持不叫持之以恒，始终如一的这个意思。那么以后人家看到这个哦，就知道我们这个课今天是复习哆来咪唱 sing a song， 然后呢下面的那个分享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珊珊老师把那个口诀在这个上面放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要照的可以去照一下，这个非常重要。有请珊珊。我用这个电脑分享一下哈。OK， 非常好。艾玛老师，要不你帮我加一下另外一个手机，我这个是电脑上，我不太会分享。艾玛老师现在是主持吧？艾玛老师，你帮我加一下我另外一个三三，这个电脑上我不会弄。我找不到东西。大家准备好笔记本啊，准备好笔记本，这个挺有用的，其实是什么地方痛按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痛按什么地方哈、啊。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那么他边在找的时候，我就这个边在这里说一下、啊。谢谢，出来了。好的。这个痛分两种痛，一种是情绪上的痛，还有一种是真的是身体痛啊。好，请，哎呦，你们老师好棒哦！请珊珊给我念一下，谢谢。头痛、牙痛、胃痛，身体自带7个止痛开关，哪儿痛自己摁哪儿，多好！一听这个名字就好。第一个是合谷穴。它主要是治这个头痛、目痛、牙痛、咽痛。第二个是肋关穴，治这个心痛、胸痛、胃痛。第三个是阳陵泉穴，这胁肋痛、经伤疼痛。这个治肾面胁肋吧，那个也对的，对的。第四个是足三里穴，它主要治这个胃痛、腹痛、膝痛。第五个是委中穴，它针对腰痛、背痛、腹痛。啊，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个什么腹背委中求哈。对的，腰背委中求。腰背委中求。第六个是三阴交穴，经痛、产痛。这个是个女性的穴位。第七个是血海穴，关节痛，7个开关，非常好。刚才珊珊讲的腹背、腰背都可以的哈，我不应该那样子去纠正。腹背，因为它有的时候比较笼统的，也有4句口诀，像第一句就是面口合谷收，凡是脸上面的、头上面的问题，你都到去找这个合谷。这个我这样啊。我每个穴位呢都稍微给几句中医术语，你要知道它为什么去止痛啊，它有一定的，有的是通络，有的是解表，有的是祛湿啊。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现在我们都蛮懒的，什么东西都喜欢照下来印出来，根本就是说也很少有机会再去看。所以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的老方法，我喜欢写，所以很多东西我还是喜欢写，哈。那么等会呢放完了以后，我有的这7个穴位我会给大家分享图片，待会你愿意照的时候在哪里，但如果你还不清楚，你就在上网去找一下。这个头疼脑热啊，这个是日常的事情，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哪里不舒服了啊，这个就不要就是说一下子就紧张，哪里不舒服就特别紧张，真的没有必要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是情绪，比如说有的是因为是天气，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没有休息好，所以关键是我们要自己知道怎么调。
我们比老外还多一个，老外这一痛就是去拿Tylenol，就到罐子里面去拿药去了，咱们还可以去搞穴位，对吧？当然不是讲他们不用穴位，因为我们长大就是这个中医的文化在里面。好，请大家第一个记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了第一句，它中医里面扎针灸就是面口合谷收，面口合谷收，凡是脸上的还有嘴巴里面的问题，你就到合谷里面去找这个。这个为什么会指这个对这个头疼、目疼、牙疼还有咽疼呢？请大家记下这八个字：通络止痛，疏风解表。通络，经络的络。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也就是说你不要啊，去按了合谷，按了两三分钟，哎呦，怎么还没怎么好啊？这个要通络才能止痛，也就是说你要去打一下，要去打一下你的络脉啊，经络，然后再按这个穴位。它是通过通络止痛，疏风解表。这个疏风解表，这个中医认为这些啊感冒伤风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表症，还病还不在身，所以一定要去敲一敲，然后再按一按合谷。这个第一个我就解释到这里啊，所以这个要记一下它的那个关键词。第二个内关穴，心胸胃啊，这个大家这个内关穴，等会我们会看的。这个手有一个横纹，手指横啊，这个掌横纹，掌横纹下面两寸，也就是大概是三指左右，三指啊，三个指头下面，这个内关外关在很多场合都可以救命的，都可以救命的，有的心跳加速啊，或者是心悸啊等等啊，内就是在这里，这里面正好不是有两根筋吗？就在这个筋的中间，一按特别酸。外观呢就在这个外面，我故意把这个花带的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戴手表大概一般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内外观同按啊，一个是心包穴，一个是心包经，一个是心经啊，心经。所以这个呢请大家又记一下，它是怎么能够止痛呢？请大家记八个字：宁心安神。宁是安宁的宁，列宁的宁，宁心安神啊，宁心安神。我们说有的时候心痛胸痛其实都是很多情绪联系在里面的啊，所以宁心安神，然后理气止痛。理是梳理的理，梳理的理，理发的理，理气止痛。刚才合谷穴我们刚刚说是通经止痛，对不对？通络止痛，那么这个是理气止痛。这个我就要请大家做一个动作了啊，这个按内外关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要调一下气啊，理气，它是理气止痛。那么你要把气吸呼吸呼，或者往前推也可以啊，呼吸呼吸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合谷，你按合谷，但是你要加上敲，因为它是通经止痛，对不对？这个呢是宁心安神，是理气止痛。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再讲一下内外关，其实对失眠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哈。接下来我们讲阳陵泉，阳陵泉啊，阳陵泉这个穴，等会我们给大家看在什么地方，是在下肢啊。这个对那个经络疼痛、膝盖疼痛非常有好处，非常有好处。那么它怎么样会去止痛呢？又请大家记八个字啊，它是利胆泄热。利是胜利的利，哎，你们也在学中医了哈，胜利的利，利胆，胆一个月子一个元旦的旦，利胆泄热，利胆泄热。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疏肝理气，疏肝理气，疏是疏通的疏，疏肝理气。那么我们说这个阳陵泉之所以能够帮助两胁左边是脾右边是肝，帮助你止的话，它一定有这个作用，它是疏利肝胆，疏利肝胆。那么也就是说这里要加一个配穴，加一个配穴就是打两边啊，打两边这个大腿的旁边，叫风市穴。你不要去管它什么穴，你去敲吧，你去敲吧。所以这里你要止这个两胁的话，要加这个配伍，所以关键的是这个配伍非常重要。配伍，
好，珠三里大家都非常熟悉，珠三里这个待会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杜甫三里流，肚子还有腹部有任何毛病都到三里，对吧？杜甫三里流，腰背委中求，面口合谷收啊，头项行略阙，这都是以前我们学医的时候的编在号脉，这个脑子里面就编这些口诀就出来了，这个处方再下去等等等等。好，下面这个竹山里呢，请大家记八个字啊，记八个字，它是怎么样呢？是改善膝痛，膝盖的膝，改善膝痛，改善膝痛啊，膝盖的膝。然后呢，还有一个下肢痿痹，这个痿比较难写哈，一个病字旁，里面一个痿，痿的痿，痿的痿。中医讲关节炎比西医讲的好，它有痿症和痹症的，这个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展开哈。改善膝痛，下肢痿痹，痹是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就麻，有的时候麻。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叫 Charlie Horse， 就是这个腿啊，有的时候睡得好好的，一个晚上，哎呦，哎呦，扭筋了，扭筋了，别筋了，这个都属于痹，这个都属于痹哈。所以这个足三里经常去敲一敲，改善膝痛，下肢痹麻。好，快速往前走，三阴交，三阴交这个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穴位的。三阴交是足三阳经交汇穴，也就是说肾经、脾经和肝经三个穴位都在这里交，都在这里交。那么就说你等于一石即三鸟啊。那么这个我去请大家记一句话就可以了啊。这个穴可以调理肝、脾、肾的气血。这个穴可以调理肝、脾、肾的气血。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筋痛跟惨痛好像比较有点疏远啊，有点疏远。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对妇女的荷尔蒙是非常有好处的。男同志这个穴就是说也可以敲，但是女同志敲这个穴位比男同志更有效啊。男同志有其他的那个穴更重要一些啊。三阴交。好，接下来最后一个穴，血海穴，关节痛，这个我就不想，没什么特别加的。啊，血海穴，它这个是补血利益气都可以。好，下面我就请珊珊把这个测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它的图。嗯，有问题吗？在我分享之前，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举手哈。然后那个。这个主持老师会给你打开 Where put it， 罗米的分析 OK point。 因为我现在我在这个整理我这个好多东西想和大家分享，昨天晚上还搞一个到哪个 point， 但是好，大家看看啊，这个我就不一定按着那个迅速给大家看了哈。第一个，请你们看看血海，血海就在这个膝盖内侧这个地方啊，血海。这个穴除了就是说刚才说止痛，它还可以减肥的。其实这个穴啊，对女子来说，这个穴调经也好，荷尔蒙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自己可以再到 Google 上面去找，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三阴交刚才我们说了啊，三阴交这个是踝骨往上走三指啊，三阴交三寸。三寸四指啊，一寸两寸三寸啊，然后四个指头，嗯，这是三阴交。尾中这个大家看到，这是背后哈，其实就是弯膝盖的时候，你往后等于往后就在那个啊这个窝里面啊，这个尾中穴就在这个窝子里面啊，
在你脚往后一抬，就是叫腿肚子，腿肚子后面窝的那个地方。这个凡是腰痛的病人，我肯定要用这个穴位，绝对的，这是第一穴，腰背五中求啊。所以这个穴位经常去按摩按摩，对调理这个腰肌劳损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足三里这个就不用教了，大家太熟悉了啊，在右边看到吧，这髌骨在往下啊。阳陵泉也是在足三里这一带的，你看哈，它在往上面走，在这两个骨穴位很多都是躲在骨头那个个缝里面啊，或者夹缝里面，或者是正好是交界的地方。内关刚才我们说了啊，内关这里有一个就是平时戴手表也好，有一个叫做腕骨线，然后呢往下走三寸，朝里的叫内关，朝外的叫外关。合谷太简单了，这个就不再多讲了，你就是在这个手上面用一个大拇指往下一压就可以了。好，这个穴位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我们还有几分钟马上就下课了，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个七个止痛开关，特别是前面几个大家一定要去配合打穴位啊，打经络，不打经络效果比较差的，因为它你知道它为什么会止痛，有的是舒筋止痛对吧，有的是利胆止痛，所以根据这个不同。有没有问题朋友们？有吗？你们有问题吗？自己还就去练。朋友们没问题是吧？哦，梅梅老师，梅梅老师有问题。好的。那个你刚刚说的七个里面那个微中穴的。那个功能是不是调理肝背神？是不是调理啊？这是不是？肝背委中对肝没有好没有直接。肝臂神是不是？你是指委中穴对吧？不是，哎，我委中穴，因为我刚刚没听清楚，我没记下来。哦，好的，梅梅老师，委中穴委中对腰是最好的，首选的腰背。腰背腹部嘛对吧，但是你不是后来加了四个字嘛，就是调理肝背肾，是不是是这个吧？我看一下啊，委中穴，因为我三阴交穴和委中穴就是这个搞的。 对，我委中穴腰背委中求，我刚才讲的改善膝痛下肢痿痹，那是对足三里啊。啊，足三里我知道，足三里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委中穴和那个三阴交穴、三阴之穴，就是经痛和产痛，因为这个我也没有过，所以我搞不清楚。对，这两个我搞不清楚。那好的，我再补充一下，这个三阴交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不管年纪多大，这个经痛这个跟产痛呢，那是肯定，比如说年轻的人，但对于这个就是说上了年纪的来说，他对，谢谢哈，谢谢这个音频老师打的，谢谢你们，他那个对人的荷尔蒙是非常有好处的。你说年纪大了，脾虚、肾虚、肝虚都是虚的，腰背委中求那四句话发到群里面。好的，那个是针灸的事，对，好的，我会啊，谢谢大家，非常好，把这个四个口诀，对的，谢老师。哎，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委中啊，我不腰不好嘛，但是委中这穴吧不老好去，就是说不老好去按摩它的，就感觉有时候就抓一抓，感觉就是说怎么拿什么东西来去按摩它。你这个问题提太好了，这个笔啊，就是看有的时候或者是勺子。哎，你不是做菜的呢？这个将军，我不知道，我做着放着勺子搁腿。对，或者是这个笔都是非常好的，你就放在，对不起啊，不文明了啊，这个就放在后面。你看，用一个亮一点的笔。对的，你看，就用这个笔去戳它，看到？好厉害、哦！就跟那个拧螺丝一样哈、啊。哎，对，好厉害哦，好厉害，这个是好厉害的。对，或者拿那个勺子，那个背。哦，对，
他们有人告诉我说用擀面杖，我说擀面杖我得请别人帮我擀的，他不是用擀面杖去压后面的一个地方。对的，但是我觉得用小擀面杖，大擀面杖太厉害了。哦，很疼的，我觉得那地方。对对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很疼的。是是，对，好好好，好，知道了，谢谢。委中求，大家这个养生是天天的事情哈，这个哪里痛不要强求全部都记下来，不可能的。这个行医一辈子，他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学位还要稍微就是想，不可能的。我们人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就是说能够学多少多少就算多少，包括唱歌也是，包括唱歌也是哈。还有什么问题，同志们？下一次我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因为我另外有一个可能有些朋友在那个上面哈，就是一个月有一次那个讲座的是，这是我朋友圈里面的这个专门讲中医，但是有一个to my surprise 啊，一个歌友一个朋友他就帮我做了，哇，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下次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做的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就是非常专业，但是就是他也是为大家谋福利。我觉得你看哈，就是刚才那个到哪里去了？ OK， 就讲的那个阴阳五行和情绪的那个哈，哎，我把这个老师，我想打扰您一下啊，我想提一个问题。好的，那我把这个撤了，等会儿。高老师你提，我把这个撤了。好，那个听了您讲座总是受益匪浅，我今天做了认真的记录，因为还开点小差，所以都做记录了。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受益了，一方面跟您学习受益了，一方面八段锦每天早晨锻炼，跟金钟老师拍打这几个穴位，我一年多来腰间盘脱出没有犯。所以无论做膝盖也好，做委中穴也好，还有这几个重要的合谷内关，是吧，这个312经络吧，这个我都实践了。这一年多来我腰间盘脱出犯是很严重的，但是真的没有犯，所以我就想分享给大家，这不是一日之功，不是说今天我做了这个，是有的有时候就是能够立即见效，但是还是贵在坚持，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我请教一个问题，三阴交。过去我不太重视这个穴位，也不懂，后来跟您学完了以后懂了，现在做起三阴交来，我发现有个问题，我三阴交真的有问题啊，因为通过您讲我知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但是每次我做三阴交的时候都很痛哦，所以现在呢，我就借那个金钟老师早晨锻炼的时候，我就在我这三阴交多拍了几下，现在请教您的问题来了，是拍好呢还是按穴位好？总而言之现在还痛着了啊。买了。我觉得高老师其实你是一个健身能手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高老师其实不是不是很多很懂很多的。不是，我信则灵，我主要是亲其师而信其道。对吧，相信。我觉得你要用一个毛巾还是要去拍。但是呢你不一定要拍那个地方啊，它这个。比如说你包括迎香，它就有上迎香穴。哎呀，你比如说这个地方都已经给你拍紫了的话，你呢？这个没毛巾，好，就假如说这个紫是毛巾吧，这个毛巾放在这个地方，本来是三阴交。假如说用这个笔吧，假如说三阴交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你看清楚了。我本来是拍，但现在已经给你拍紫了，你可以往上走的，但是要放毛巾了，放厚一点的毛巾。你看有的时候你到中医。那个诊所里面去，他给你推肩膀，那些理疗师他都给你放毛巾的，就是你回忆在中国对不对，他都给我们放一个的毛巾，是是，对不对？对，所以你呢放毛巾去拍，但是不要拍这里了，这已经给你拍紫了，朋友已经拍紫了。这个时候呢反过来都是通的，反过来拍这边，虽然三阴交在这里，但是你又用个手去接它，等于这边拍这边去接，这边拍这边接，所以你还是在拍这个穴位，但是你不打中它的那个痛点，这是我的建议。再给你讲按好还是拍好，每个有它不同的作用，拍是对这个整个三阴交整个这个穴位旁边的气血都能够起到活，这个
穴位的按摩呢，它是对这一点激活它的气，所以是要穿插起来的。要回答、啊、谢谢谢谢，讲得很好、啊、但是我现在出现了一个现象，我觉得这现象可能是很不好的，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三阴交过力了，还是按的过力了，还是在哪个方面，我现在脚面的毛细血管怎么有那个有扩散的那个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脚面有变化了。高老师，血管有好像破了，是毛细血管。这个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锻炼太多了。是吗？这个我这个其他朋友问你过了哈。那个你是什么锻炼？早上锻炼，中午锻炼，晚上锻炼？我这个本来想不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因为多数朋友是锻炼不够的，所以我俩一讲，哎，我正好理由了，我锻炼过多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很了解你真的锻炼过多了。那个八段锦也好，太极也好，过多了以后疲劳受那个肌肉受伤的。这个话不是去吓唬大家，但对你来说的话，我了解你真的是一个叫什么呢？啊、100%的积极分子，锻炼锻炼。所以看电视都捻指头，看着电视都捻手指头。对，你看太多了，任何东西，中医就讲一个度，就讲一个度，讲一个度。但是我可以建议你一点，我马上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老师就是把我两个星期做的。哇，他后来发给我，我就觉得哈非常好，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他有几个地方我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阿娃姐肯定知道，就上次我做的那个讲座啊，走吧，走吧，走吧。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图，我正好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他做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挺感恩的。所以你说这个哈，这全部是他自己去。我也不知道，我因为我这方面不懂，这七分钟，但是我想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东西呢？下次我会放大家看，因为他这个做的特别好，而且有些东西啊、能够解释，就是说不光我解释的这个里面，还有他这个过劳虚弱怎么样之间这个关系哈，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做的很好。方便大家，我想给你分享一个什么给高老师看一下的呢？啊，对，你看这个他真是做得到家了哈。这个说肾是主口，就是说我讲肾，这是他加上去的，他就是说把这个加上去提醒大家，这个做的真是非常棒。好，高老师，我想给你看的一个是那个，好。高老师，我们两个人我比较了解你哈，就是更好的效果。我觉得你应该今天是一个饭，所以我说了今天比较干净一些哈。啊，这地方停不下来，就是更好的效果啊。所以这是一个饭。好，甘老师，这个我想跟你讲一下，就是情绪容易激动，对吧？甘老师没讲错吧？对吧？虽然你不一定这个胸胁痛，但是你用这个施力也用的挺多的。网上的课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想给这个给你讲一下，这个肝经你应该经常去摸一下，其他的我觉得你应该减少啊。这个还有一个地方我想跟你分享的，这个我就不去快速了哈。总而言之，他做的因为对我就谈话的人都容易。前两年佛在天边在我身边督促我，学过三年，佛在云烟。好，对不对？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说，我很感恩这个老师做了，他把这个打出来。到时候下次我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你看哈，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是中医的支柱，中医的支柱。那么我今天想送给那个就是高老师的这个，虽然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不怒，但是情绪激动。都是这一仗，你要使自己慢下来，也是要去调肝。所以这是我上次讲的，就是五脏对五个情绪的这个影响。那么我就建议高老师第一个少做一些操，减掉一两个。再一个，你如果是要实在是闲不住了，你自己去摸摸这个肝，调调肝经，这就是我的建议，好吗？哎，我听不见你说话，你话筒打开。打得开的，不可能打不开，你就按一下，按一下，那不管事儿。
哦，行，刚给打开，我刚才怕有杂音，因为我先生在那边看电视了。好、我怕有杂音，我关上了，马上就开不开了。谢谢叶子老师的指导啊，非常精辟，而且非常集中要害吧，就算是能了解我了啊。好了，对，非常感恩，谢谢。不敢，就是说少做一点，真的，真的是少做一点。如果你少，因为你这个已经想成了习惯，哎，又想去做操了，这个时候你就来摸摸肝经。摸摸干净，对，我已经跟那个美美老师学了如何做个打这干净了。对，不要打，你不要打，你不要太强刺激了。你不要，每个人不同的，你只是轻轻摸啊，轻轻摸，要的是，对，每个人不同的，有的人不同的，是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但是我呢，确实是，我是坚持了好几年。但是刚刚那个叶子老师说的对的，不要做的太多，其实是要有节制的。量力而行，对。量力而行，不要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你也做不过来，也不是针对主要的你的症状。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要针对主要的症状，比如我们关节不大好了，或者我们经常头痛，那么你按照叶老师说的东西，但是我是不推荐你每一样都做，这是我的经验。非常好，把握分寸。对对对对，最好、这个、叶子老师，肝经摸哪里呢？不偏吗？不一。肝经啊，你说肝，我眼睛不好啊，那肝经摸哪里？因为我是脂肪肝，我看不懂。对对，肝经就在这个腿这个地方，我拿我的小人来。腿的里侧，大腿的内侧。我腿的内侧，腿的内侧。对。对的。的内侧。就在这个腿，这个不太文明哈，这个小人，不管了，你看了这个。哦，这里的内侧。内侧。这个呢，我可以教你们一个办法。洗澡的时候，水冲下来的时候，水是滑的，你可以蹬下来，慢慢的从上到下的那个从下到下的就是那个非常好。这个我也已经有一段时间这么做了，还是蛮好的。我眼睛一直好不了，一直那个。叶老师，抗生素医生开的抗生素涂了，我涂了，我那个耳朵也疼，头也疼，我现在都不敢涂，就让它红也不行，红的眼睛很糟糕，眼睛要是老化的很糟糕。我觉得这个朋友，请问您贵姓？我姓林，林梅琴。那是12688。林老师，我送你一句话，过犹不及。这些个就是说你反复这样去用，反而就是说起到副作用。我觉得最起码咱们把这眼保健操捡起来。我适当的时候这样这样做这样做。对。眼保健操我现在有做，而且还要敷眼睛。不是，还有这个这两个穴位你也按摩一下。这两个穴位。好的。非常感恩。谢谢大家，谢谢叶子老师。不客气，今天我看了一个新的老师打开了屏幕，安利，是不是安利？对，你好，欢迎。哎呦，花开富贵，哎呦，李主席来了，李主席，好了，我交还给李主席了。下面对，下面是我分享，我们下周见，李主席。